可恶的小兔子，我还收拾不了你了，看我的，给我接招吧。嗯，这个小兔子全都躲过去了。嗯，这怎么可能？嗯，什么情况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不会吧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竟然倒了。嗯，所有的药瓶全都翻滚了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幸好我就掉下去了。嗯啊，怎么回事？亨利怎么掉进去了？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这是怎么了？没想到他竟然变成绿巨人了。怎么回事？好可怕呀。他的腿也变粗了，上面还有那么多的体毛。好吓人呀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壮了？赶紧用魔法给他变走。可恶的兔子，这下变成气球就好收拾了。哼，我叫你还欺负我，给你变成小狗吧。嗯哼哼，哎呀，我怎么变成这样啊？我的气球漏气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可恶的小兔子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要啊。怎么情况？我竟然变成了胡萝卜。胡萝卜，这也太棒了吧。那我就开动。